那怎么的？这事跟我有关系吗？哎呀，不一样。搁你家待一个月，就不是没来别人，你说怎么就能？我告诉你，你别整这事儿行不行？你别整这事儿，别搁我这待一个多月，怀孕了就是我的啊？谁的？你要这么说，还是你的呢？放屁去吧你！你放屁！上我那去哪两天啊？那是谁知道你怎么那么大能耐呢？你得问你自己啊！你说德彪，这事儿你就能整挤到身上？你整我身上？你怎么说你整我身上？人家算日子，俺俩得算日子。你接走多长时间？搁你这待一个月，搁我这待那几天，这一个月零几天，正好到医院一检查这一个月。你说这事谁的？我跟你说啊。他在我这住一个多月，你知道吗？我对灯发誓，对啊，我对灯发誓，我要是动他一小手指头，出门就被车撞死。对，就可以这么说。怎么样？我给你起这个誓，谁信呢？谁能信？我没干这种事儿，我你怎么就不信呢？你啊，那谁呀？嗯，那你怎么就认定我了呢？他搁你这儿了，你这方面不干净啊，德彪。我哪儿不干净了？我呀，我哪儿不干净了？我，你承认就完了。什么玩意儿？我就承认呢，我呀。这个事儿你知道多大罪吗？他是残疾人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胆子该有多大？报官。这事儿咱们报官，好不好？咱一定把他查出个水落石出，好不好？报官，行不行？这可是你个人提的，我自己提的。要不然就是我想报案去。不是，这怎么报？你说是上哪儿去吧？就咱俩上派出所。别说派出所，看守所我都不在乎。我石头上，你我石头上啊！不信就在这儿。还用说吗？搁人杀人，你搁人就真不动。你啥人？你什么人？你俩也别吵，好不好？那个，你讲讲。你白完了？啥叫白活？是这么事不？我说那说话都是，还我白活？你听他的话。你俩这都亲戚哈，别上。亲戚有干这事儿的亲戚。是亲戚没有干这脏事儿，啥事儿这是？什么脏事儿啊？啥？谁脏啊？别说了，你呀，你这直乎乎跟人经过跟人说说，人家判断好吧？咱俩别搁这打仗，别当人家工作。杨头怎么回事呢？哈，就是一个多月前吧，哈，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，哈。描写，我描写怎么的？我描写呀，你都描写那么长时间，不让人描写啊？什么玩意儿啊？行，可以的，越描越黑，你伸手五指就是啥也看不着。我就看可看着人了，看不着。出来了，稍等，马上就来。不是，你说你名字。那个，你是范德彪，啊，你是马大帅。范德彪，哎，你要这结果啊出来了，啊，这个基本上啊可以过。过是，排除了，啊，没明白，明白，排除了，哎，过了，哎，那个马大帅，就是说他怎么，什么他排除了？对，讲这个机器这玩意儿验能准吗？科学比这个肯定，机器比人可靠，科学。马大帅，你的这个结果呢？不太清晰，你还得再配合一下，再画一次。不是我那咋的？我那不也扎一针了？不可靠，不是不可靠，就是说不是很清楚。反正就还得扎一针。对，
还得答应，就是为了你自己的清白啊，这事儿你得配合一下，嗯、好不好？这事儿得配合，得配合。你这就是说，大家，你不配合谁知道怎么回事？哎呀，别，你的事儿，你整我身上来了。你打谁呀、啊、你啊！我打你！打谁呀、啊？你打谁呀、啊？你冷静，冷静，好，冷静，哎哎哎，冷静，哎，好，哎，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，哎，冷静，打我啊！哎，冷静，你打我啊！冷静，你出手挺狠是吧？这什么场合？别忘了啊！歇一会儿吧，别老走了，行不行？这表你累不累呀？这表你歇一会儿吧，啊！来，过来，过来，你坐凳歇会儿啊！来，你坐着吧，别走了。来来来，来坐坐。哎，哎，你说你大白一天戴个墨镜干啥呀？啊？真疯了，这村长啊！不行，赶紧给马校长打电话，这一会闹起来，咱能看着。小谷，你赶快去找校长，快去，快去吧！不认识我吗？罗迪，怎么了？真是我罗迪，什么他妈体呀？这胡就胡说了，这是。你们难道我看就看了？要是来你们吧。不到的，我这不是墨镜，我这是道德镜。非常感谢啊。